好了，我再调另外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点。看一下哦，还是会卡，怎么办啊？不会调。那我看我还是先换一下别的游戏玩好了，这样之后我再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嗯，不要玩哪一个呢？因为我是预计说要玩这个的，原本预计要玩这个的。突然间换别的游戏，不知道换什么，下次再重玩吧。重玩，因为我看那么卡的话，大概记录档应该也会很卡。记录档应该也会很卡。李子还在吗？李子，稍微找人看看。李子，要不要？你自己看一下你的 DT 私讯，我私讯你了。换游戏，换 Happy Soul， 这个卡顿问题，我之后再想办法解决，因为我真的看不懂怎么调啊。看不懂怎么调。剩下来等他到。李子还没到，哎呀，一个小时半，没问题。喂，八七，我那边没有开 DC 的麦。你怎么了？啊，什么？调个声音。
还是不知道怎么调耶、欸、你知道怎么调吗？怎么调？就是画面卡，但是游戏电脑都不卡的问题。画面卡连电脑都卡啊？不是，电脑和游戏不卡，但是直播画面会卡。直播画面会卡？对啊，因为其实你们，我如果不是因为我刚好撇了一下左右边的电脑的话，我根本不会知道原来直播画面这么卡、欸、你看直播它是有影格有掉吗？影格、喔、好像有耶、欸，那时候看到。哇，那当然直播也会卡啦。那影格会掉是什么问题？嗯，八九不离十是网络问题哦、喔。QQ 哦，那代表说这种高品质游戏我只能够录影之类的吗？哈、嗯、不知道。找人录影之类的。老实说我都是直接开直播都不剪影片的那种。我还要弄 YT 那边，所以还是要开啊。哦对。嗯。那个标题还没改啊，我看一下。标题名 Minecraft。太闭塞！哎、欸，打错字，保存。标题应该改，看确定一下。那好像没改。正想说玩回来不晓得要干嘛，想说开个台，但也不晓得开什么好。结果我就跑来找你了。真的？哦，我手机要掉下来了。可以啦。然后说，我刚才还那个会带大家那个工会那边。嗯哼。啊，因为他们正在测那个地图啊。哦。对啊，今天有人在测，我还以为今天只有星期六而已。嗯，你说只有星期六吗？哦、我还以为他只有星期六会测见面。啊、他是只要有一更新，应该就是马上测了吧？哦，好哦，也是啦。嗯，来看看，三七。哎、欸，啊、嗯，要重开了。为什么？登录器要重开了。为什么？我看到了无效的 session。等等，你阿和，阿和怎么了？我觉得可以，我看到了。看，不要这样，不要我一回来就哦。那个字你是怎么改颜色的、啊？字体颜色、啊？怎么改颜色？字体颜色吗？对啊。哪一个字体颜色？你说聊天室的。聊天室哦，那个我把那个传给你好了。好。因为当时我也是找我朋友帮忙弄的。哦、oh, ，因为我的是灰色的，基本上看不到。你那个我看一下。你 CC， 你那个字体 CCS 那边贴上这个。Background color， 我也不晓得对不对就是了。Background color 不是背景色吗？那我就哎、欸，等等，你原本颜色是灰的。哎、欸，那这样子的话，还真的得要找一下、欸。因为我记得的话，我应该原本什么都没动的话，就是这样了。
应该是这样吗？哦哦，整个不见掉了。整个不见掉了。不见。对。真的假的？真的啊。这么扯？真的啊。哇靠！那这样子的话，啊，测试一下。又不晓得也是，嗯。好，回来了，但是还是灰色的。好，灰色的，那。那这样的话，我想想看 ，CCS 我真的很少在用 CCS。没关系，没关系，不重要。现在不要管它，那个是关台后做，再做就好。关台后再处理就好。Okay. 嗯哼。我看到你进入伺服器了。嗯。所以今天的李子也准备好 PP 了吗？你这样我觉得怕、啊。No 怕 ，No 怕，准备好 PP 了吗？哎，讲到这个，这个昨天我们有开台玩那个 Happy Sir， 然后玩那个玩 Murder 啊，然后很奇怪的是，我昨天一直拼命的当侦探，我侦探的几率从来没有超过3%，你知道吗？我记得好像是，他一直疯，我一直疯狂当，疯狂当，还连当过一次，还连续2场当过。哇，对啊。因为昨天的还遇到两次天兵杀手，天兵杀手，對有一次的我有点忘记了，然后另外有我记得我最记得就只有一次，那一次是玩那个船的，只不过还好说这、啊、靠北，什么一开场就死了，真的，一开场就死了，为什么？为什么会跟在我旁边的是杀手了？真的是那个好像是白白的吗？白白的阿利亚 Bruno 吗？我不知道，我看一下啊，看到了，那个衣服是彩色的，衣服是彩色的，欸、不是彩色，那个什么，我看一下，渐层吗？这渐层蓝吗？渐层蓝，对，渐层的蓝，我看一下这是哪一个？Sweet Kitty， 哈 ？Sweet Kitty， 嘿、hey, ，刚刚好像有经过的。我刚才怎么感觉？刚才一瞬间看到秋风的 skin 啊？可能只是类似啊，因为我看了一下那边，好像没有看到类似的。哎呀，真是广告哎，机车。到底我刚刚是不是看到我看到那个的 Sweet Kitty， 对啊，我看到弓箭掉落了，真的可以，他死了，好了，那剩下一个，可是还有一个是谁？不知道。吓死我了！为什么我后面跟着一个人？呵呵。这个就难讲喽。Oh my god！是哦，不是他，不是 Alex， 是都不是，不是 Alex， 也不是那个红头的。哎、欸，等等，这是不是双排啊？一红一绿、欸，哎，一红一绿的这个耀西，一红一绿什么东西？耀西啊？一红，哎、欸，真的、欸，771跟772，对啊。白痴啊！应该是双排没有错、哦。看到了。嗯。A N 的。阿莫里0406。啊？阿莫不是那个什么有两条底线的那个。哦 ，Biscuit 的那个饼干。对啊 ，Biscuit。好可怕哦！我的还是只有是单发的而已。哎、欸，戒指来哦，在中间。中间。
你后面。哇，来不及了，来不及了。Yes！哦，碎，这个六。我故意靠到那边，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个就是一个赌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只有一发剑士而已，我只有一发剑士。我想说，不能不行。如果我直接在他面前拉弓的话，我一定会被看到。所以我想说，干脆躲在柱子后面，然后赌那一发几率吧。对，就是赌。真的是赌好赌满。赌好赌满，没有问题。哦，咔咔咔咔！被拿走了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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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他说回来，他那次是上去这边，然后再……你也在跳这个、哦？对啊。这他有什么跳啊？哎，进去了！你怎么跳的？从那个对，跳上这边。可是我不会跳这边呢。没有，你不要在花盆上跳，你在那个旁边跳会比较好。好难哦！加油加油！好像你躲起来会比较好哎。感觉到了，自然就会成功。感觉到了，讲到感觉好像很没屁用啊。嗯，哦，后面是拿弓的。我跳这个门，我没有跳对过哎、欸，我的。啊？怎么了？杀手。哦、oh, shit！ 你死了？没有，没事。只不过一下子剩五个也太……你死了吗？还没，刚才杀手好像没看到。我只看到一个杀手而已。我刚才也是，但是没看清那个杀手长什么样。那个 X2 G。Oh my god！ 这场杀手实在太凶了。真的太凶了。只剩下还有2分40秒，然后就杀成这样哦。连一半都不到哎、欸，哎、欸、不对，总共时间是多少？5分钟啊？5分钟啊？哎呀呀，真的是还不到一半呐、啊！我的妈呀，好凶残啊！这个，好可怕哦！真的很可怕。这场太可怕了，只能躲在角落瑟瑟发抖。你躲好，你躲好，你那个跑酷搞不好他上不去。我看到人，我看到人就要杀了。好，他好像看到了。可恶，我必死，拜拜。啊 shit！ 我被卡到了。啊我被卡到了，只剩我了，然后他们要来搞我了，他正在跑，他好像知道你在那边嘞、欸。他刚才到了，好像早就看到了。他一直在想办法跳，真的。他一直在想办法跳，加油！赌他一分钟内不会跳到那个跑步腿里面去。再两个杀手都过来了，两个杀手都过来了、哎、，Help！ 哎呀，赌，真的只能赌。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刚刚我当初是不是在跳之前应该先买个防护罩了？对，让他们想要过来的时候就放一个，哎，呜、哦。真的应该买个防护罩。你现在就只能够赌他们跳不上来而已，赌他们跳不上来，然后射不到。对，还有一个杀手有弓箭哦，没有射不到，射不到这边。那居然还有一发哦，两发都命死了。啊，跳上来了，不一。哎，他跳上来了，你真的应该买防护罩了。下次你记得买之
上来之前就要买防护罩。对啊，超凶的。可惜啊，刚刚没有帮你把一个人杀掉。这场怎么这么凶啊？真的，两个都很强。不过我觉得那个女的还蛮好笑的 ，Help！ 他直接求救。很显然就是个小妹子啊。就是那种以前纯真可爱萌的小妹子吗？不知道，怎么一开场就有人死了？不知道。好可怕哦！这是怎样？一个 Alex 从我面前慢慢走过去。可以啦。天哪，这趟旅行真的是，嗯，累死我了，坐车坐到死哎、欸。可以啦，旅行不就是这样吗？是啊。好可怕哦，那是谁啊？到底是谁啊？我躲了这个地方，我敢保证八成的人看不到。哇！哎、欸，我看到有个人的头的脸，那眼睛是会眨的，哎，好可爱哦、喔！会眨的。对。春春的眼睛眨呀眨。眨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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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眨。眨眼，眨眼，眨眼，眨眼。侦探。眨眼。What the？ 啊？哎呀呀！两个都被杀了。这样子的话。哎、欸，刚才有一个弓在我附近、欸，哎，是哦，真的，而且应该是在楼下哦。哦，有一个死了，耶，碎啦！为什么他要 爬上来，然后对我蹲蹲两下？不知道，好可怕哦！嗯，为什么又有另外一个人跑过来了？好可怕，好可怕，真的好可怕！而且他是杀手啦，那个给我蹲蹲的是杀手啦，不吃哦！哎，好贱哦！欸好贱哦，竟然是杀手！贱呐！他可能刚好我们两个都拿着弓，他以为我们两个都好是侦探，让弓掉在上面这样。啊、嗯！结果才发现他是杀手。结果没有，结果加油！我还以为我摔下去了。哎呀呀！差一点点，还好那是楼梯。三、二、一。啊！为什么是环速？为什么是环速？而且两罐都是环速，傻眼！啊！我死掉了。居然。对，我被一个身体是白黑黑的家伙杀了。它上面是白的，然后它很多黑色条纹的，表示那是杀手。但其实你也是杀手。你说白白黑黑的时候，我以为我脑袋以为想的是那个黑白熊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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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说你也是杀手？没有啦，我怎么会是嘞？我又不是像镜子那样，哦、炮兵职业当到职业几率这么高。没有啦，
引起而且也不是像某人一样那么常当杀手咳咳，那个某人我就不说谁了。可以，哎，剩下只剩六个人了，究竟李治会不会活，会不会死呢？剩五个人了，这几场的杀手也太凶残了吧！很凶残啊，已经第二场了，第二场了，先生，第二场。这个人感觉是凶手。哦、oh, ，不是，哎、欸，是哎、欸，真的是杀手哎、欸！我靠！他被射了。哎呦！还有一个人，这个。而且这个好像是那个他杀完杀手之后就被杀了。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被，他没有死。我看到他，哦、他没死。被杀是另外一个杀、okay. 另外一个侦探。Oh my god！ 等等，那个崩掉的地方是在那个石道口。死到坑呢、欸！哇塞，好厉害哦！他杀两个哎、欸！对呀、啊，他杀了两个，厉害呀、啊！而且他除了他就只剩下你而已。如果他刚刚 miss 的话，你就来了。刚刚我们不是有在那个杀火石之前，不是还套了一声吗？那个是自杀的。哎呀！我记得我的画面好像有看到他自杀，他想不开了。唉，是的，干嘛想不开嘞？想不开，表示我好吧，我好吧，我不要活了，再见大家。你为什么没有一个弓啊？你是侦探哦？不是，我刚破手看到在那边有一把弓，可是我没有捡到。哦，好可怕哦！这几场杀手是怎么回事？李治神啊，请给我力量！靠喂、欸！原来你看到了、啊？看到了。啊！机车、欸！我要丢金币的，为什么变弓了？来，好可怕哦！等等，他没看到吗？谁是杀手？刚才我前面有个人杀人了。谁？刚才那个的话，好像是我看一下是谁啊？完了，有点忘记了，好像是又是那个 Biscott 吗？好可怕哦！而且我说真的，他真的没注意到我吗？问号。好可怕哦！哎、欸，为什么我被传走了？不吃哦！被传到安全地方了。对。呵呵，很好。这个时候传过去有什么用啊？就暂时安全啊。给我一把永久有无限弓啊，附魔的那一把，我就可以乱来了。附魔的。哎、欸、shit！ 哎，你射错人啊！不是，怎么可能射错人？如果射错人，你就死啊！哎呀，只剩你了，你知道吗？他们真的没有注意到你是谁啊！这个太好笑了！什么鬼啊？他拿，请问一下，你是真的还假的啦？他拿着地图看着你，看着你的方向，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还是看不到。哎、欸，先生，你是真没看到还是假没看到？他是真没看到，我觉得。哎、欸，我觉得，你自己都觉得说这么明显了哈？我觉得这太好笑了，不行，这一定要上帝视角一下。那个，请问一下，先生，你糊弄我是不是啊？为什么可以这么好笑？啊！杀手是只剩下那一个，是不是？两个。哎呀，都还活着。他们都还是没看到。What？ 我真的觉
这太好笑了。直接神像当道死，你知道吗？这个，哎，我一过去我就看到，居然你没有，他们没有看到你耶。那就代表说他们两个眼睛都很大，给我去看野哥吧。两个人眼睛都很大，可是我觉得没办法，没有办法啊。是。这两个人给我去看眼科吧你、啊、我真的觉得应该没有办法活到最后了，谁知道嘞，毕竟地图都已经显示出我的坐标了，然后还找不到、啊、然后 你的眼睛还看着，你还可以看得到我的尸体就在你面前啊、欸、老实说你知道吗，我这边 我这边的画面是看我自己整个人完全都有耶、欸我也是看到了，所以我刚刚还会说李智神啊，给我力量吧。我一走过去我就看到了，你知道吗？这样是不够。看到了，他看到了，看到了。靠！他终于看到了，就跟你说啊，很应该不太可能啊，因为时间太长了。时间太长了，不太可能能够活到最后。最后还是被看到了。如果时间再少一点可能还有机会，可是你刚刚那个太时间太长了，所以他们还是有几率可以看到。要是能再多一个人的话，我应该逃过几率很大。对不起，那个最后一个人就是我死掉了。我而且又一次是跟杀手对决，然后炮兵当弹炮兵。QQ 啊、哦！怎么了？刚好我是侦探，然后是杀手在我面前杀人呐、啊。哎、欸，可是另外一个也是很凶呢。哦，谁啊？那是。这么快？你知道职业时间很短。职业生涯超短的，好不好？超短的。可是你知道吗？这次短的是杀手他们。确实，他们很快就死了。对啊，你知道吗？他们一开场就明目张胆的在那边杀人。李智，你的几率是多少？我的几率吗？五十七跟九。我43跟91。好吧，那就是你侦探我杀手嘛。不好意思，不好说，我们重进嘛。刚刚为什么我卡着？对啊，我那个时候卡着，走不了。重进，又是水族馆，好啊。那可以的话，我不想当杀手。也不想当侦探，我想当个平民就好。老实说，我也这么想哎、欸，因为我只希望能够躺好躺满。躺好躺满，啥？挂机躺赢，就这样。觉得不行，然后我刚刚才讲完，我就当侦探了。镜子，你那个职业的几率这么大，看来你想 平安度过去难呐、啊！我好难过。杀手是谁啊？杀手吗？才刚开始我也不太知道，而且可是已经死的死成一片了呢。因为我老说我这边，有人在丢药水。已经死成一大片了，到底是谁啊？杀手就在我后面，结果我后退一下，他 miss 了，我看到他，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啊 ，Mira 23，那个是杀手。所以李智又要再躺了吗？我想这次躺也难了，剩3分钟，然后只剩下4个人。
然后我的弓掉了。啊、哦，真是的，这场好妖羞哦，已经第三场了。哎、欸，我的哦，他在，我还以为我的伙伴挂机。我怎么觉得今天玩的杀手总觉得都是修罗真的，全部都是修罗。哎？对呀、啊，当杀手还好，不当杀手马上出事，有没有？真的。哎 他们看到杀手了。被杀了，你被杀了。哎，这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啊？这个。哦，两个杀手都跑过来了，完蛋了，我的伙伴要掰了。这个你知道吗？就是两只二虎围着一只羊。真的，不管了，下一场吧。对啊，我看这只八成也是凶多吉少真的，他已经被看到了。对啊，了。这个傻要那眼。个，要么就是在上面等死，要么就是下来直接被杀。嗯哼。是的，这几场都那么凶啊，凶巴巴的真呢。的，这几场的人都凶巴巴。不会是上了贼船吧？哈，上了贼船，我觉得可以。啊，不对，这本来就是一条船哦。哎、欸，对对，不是，啊，一条，不是一艘吗？哦，一艘。一条船。今天呢，椅子老师教你们一个新不词要不要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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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哎，是镜子一条不要船。啦，我可恶啦！我基本上我不知道的量词，我都是用个来说的。可是你这个也太扯，一个吗？一条船。今天理智老师来教学，我们要怎么用量词来说船呢？那就是一条船哦。大家记住了没？别以后闹，要别说闹，你别要说闹，一条船哦。我的，害我别闹。吓了一跳。哦，对，这个杀手在楼是上。上面吗？哎，真的在上面呢。我刚刚有一瞬间看到那个公司在楼上。对，好像被捡走对，马上就被捡了。了。年味，哎，怎么了？妈的，死仙人掌！仙人掌，好长的 ID 哦。见识，又是一发见识。就是那只死仙人掌啦！哦，机车，可是还有一个是谁呢？公路掉了。明明知道仙人掌带刺，我干嘛还要靠近他？我杀了，剩下那个仙人掌加油！可是我没见识。那个我看一下，有一把弓好像在楼上。可是仙人掌会不会在上面手工啊？目前应该是不会吧？我看一下。哦，弓已经被捡走了。好哦，没关系，我又多一发见识了。但我必须得要搞清楚那该死的仙人掌到底跑哪去。真的，他不见了。为什么听到剑齿的声音？又有人死了。仙人掌在楼梯口，楼梯口。对，下来了，下来呢？没看到啊。镜子，你后面，我后面。就对，镜子，小心，
谢谢大家，两个都是我杀的。水啦！两个都是我杀的耶！水啦！哎，真的是。可以。没问题。平民当、平民当侦探用，两发箭矢，两个杀手。优秀耶！哦，一瞬间还以为这张是什么地图哦。哦。请问这个理智好像有点怪怪的，请问是不是杀手呢？你才怪好不好？我是杀手的话，我才不会这样呢。啊，对，我是杀手，林芝，屁屁过来。我跟你讲，要是我是杀手的话，我才不会，我才不会发怪声嘞。林芝，屁屁过来。干嘛？你要把我砍一半了、哦？对呀、啊，把你的屁股砍成两半。一直要把我的桃子砍成两半。什么？我一定剪精华，我一定剪精华。哎呀，那个桃子嘛。哎呀，那个一定剪精华、啊，拜托。真是的，两个人在这边讲干话。可以啦。跳不上，跳不上。这真的杀手也太谨慎了吧？这很谨慎啊，完全没有人看到上一场那么凶。我就是那种凶巴巴型的。你确定？哦，杀死一个。嗯？什么？喵飞，台湾的。攻在小屋里面。这边真的倒是莫名其妙进来很多工会耶。哎、欸，史莱姆头。哎。史莱姆头，可是有好几个史莱姆头哎。总共三个吧。对，三个。傻眼。他的背心上面写着一个巴西。哦，巴西。对。所以不是。衣服是一个 YouTube 的那个符号。嗯，不是我面前那个史蒂夫哦。你面前的史蒂夫。对，刚才。有一个史蒂夫追着一个妹子跑过来，没有，不是，史莱姆头是史莱姆头，然后刚才看到的就是史莱姆头啊。哦，哦，剩三个人了，啊，剩两个人了。而且我刚才看他们两个那种情况，怎么感觉好像有点像是在员外追丫鬟？我这样子会不会很不好？我觉得可以啊，李子快跑！啊娘喂！靠北，快走快走！不是有屏障，他也大喊着去找你了。白痴哦、喔！不要找我，去找其他人啦、啊。已经是让你跟另外一个人了，他当然是追你啊。哦，你这快跑！正在跑，正在跑，正在跑，机车嘞！你为什么是走那边？你继续搭缆车吗？搭。再有哪啦？我觉得他要去那边堵你了，怎么办？我觉得他真的要过去那边堵你了、欸。哎、欸，他走了。他走掉了。啊？问号，他走掉了，他走掉了，真的耶，有够扯的。我看一下哦、喔，他是不是去找另外一个？
他死掉了。什么鬼啊！我一过去我就看到他在那玩三选一。什么鬼啊！他选择死亡。黑人问号啊！他选择死亡了。第一次的。太好笑了。那个麻烦给帮他打个自杀专线哈、啊。他想不开，他觉得就是说我被欺负了。我觉得我这边是不是得要宣导自杀防治专线啊？我是那一发现发生一个很无奈的事情，我又当侦探了。现实中为了防治自杀，要从游戏做起。我又当侦探了，李子。加油！为什么我又？精神上支持。哎、欸、shit！ 啊！靠！杀手就在我后面，我的弓掉在一个很难捡的地方。哇塞！这也太难了。傻眼！为什么刚好我就被杀手跟到了？我连看都没看到杀手是谁、欸。而且他还跟我跟得这么死，我又没有拿弓出来，他怎么知道我是侦探的？阿呆，你也死了吗？我还没。好哦，我还以为你死了，正准备要走。不好意思，他们要捡那个弓，要超难才能够捡，捡到了。跳，跳，我这样好猖狂哦。完蛋了，这个是杀手吗？不是，我看一下在哪。我看，好暗哦。哎、欸，这个方向不对，应该捡不太到。居然是李子一夫。什么？李子一啊，应该他是绿色的衣服啊。讲啥回？就讲话讲人话。李子，你附近有一把弓，你要不要去捡一下？哎、欸，不要杀手上来了！可是你不去的话，好像又不太好。你走出去，然后上楼梯。我知道，我看到弓在那个地方，但是这个，但是你现在不去的话，现在可能会真的是没救了。但这种情况随便乱走也不是真的。快走，快走，快去，真的快去。杀手来了，李子。嗯。红黑的那个男的死掉了，好吧。我想不是要跟你说，那个不是杀手。看到了，来了。炮枪。下去。对呀，怎么会？你下面。屁啦！哦，其实。你不太会那个引那个走位。嗯，不行，不太行。因为你刚刚走的位置，他能够直接跳下来找你，不太好。你应该要走掉。我跟你讲，不只是能直接跳下来找到我，而且我还不好判断他从哪边跳下来。对，所以你刚刚其实应该离开那个地方的。对，我的站位实在太那个太差了。嗯，然后为什么一开场就死了两个呢？一定是这个妹子蓝衣服的，然后合作合法的女妹子，对不对？妹子。看起来是妹子啊，感觉很像是哎。我怎么感觉又是镜子你当侦探啊？我没有。真的是他！我刚刚拿烈焰杆了，我刚刚拿烈焰杆了，靠！我刚刚拿出一个烈焰杆了，快走！那个镜子，嘿，我被包夹。为什么？因为你后面那个也是靠腰。啊！妈妈的，我想走位来不及。我想说差不多该走位了，这个可是还是慢了一点点。从被包夹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输了。
悲剧。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可能是给李子的一个欢恭迎回来的仪式吧。这是什么鬼仪式啊？就李志荣仪式。什么鬼？哎呀，可以啦。Hello. 捏卡工作室啊？这个是啊？我该怎么称呼啊？捏卡吗？啊？应该是捏卡。嗯。究竟你这次是不是杀手呢？怎么可能呢、啊？我觉得有可能哦。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五可零哦。一定是，一定是。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我怎么可能会是啊？那如果你是的话，小李子就没有小鸡鸡。为什么会扯到那个啦？可以讲废话，讲废话没小鸡鸡。讲废话没小鸡鸡。拜托、欸，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才是干话台啊。哎呦，我一直压到我的 USB 孔啊，巴士。我觉得李子一定是，所以李子到底有没有小鸡鸡呢？什么东东啊？到底李子有没有小鸡鸡呢？因为李子这次听起来好像跟平时不太一样，感觉李子就是杀手了。啊？李子一定是杀手！我怎么会是啦？李子一定是杀手，因为杀手经过你没有杀你。我怎么跳起来？我怎么跳起来？一定是杀手！杀手经过你没有杀你，我靠你，他拿着刀哎、欸！他拿着刀，怎么可能不砍你？看得一清二楚啊！哦，你这没有小鸡鸡，走开！啊！你这没有小鸡鸡，你这没小鸡鸡，抓到了！原来你这是你的。干嘛啦？你只讲说谎，你小鸡鸡。要我当女的吗？鸡鸡。看，我真的是超级干话、欸。抓到了，你只没小鸡鸡。我真的是超级干话王哎、欸。没有啦，干话王还要另有其人。你说那个吗？你说谁啊？忘记了。哎呀，抓到了李志美小鸡鸡，看得一清二楚啊！我说李志好像怪怪的，然后就看着杀手拿着刀，然后从你旁边经走过去，他怎么可能不砍你？嗯，你怎么可能不尖叫？你这样，我看得一清二楚，你还不没有反应，怎么可能不是杀手？不是啊，因为我根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说我旁边那个是杀手。就算是同队的，我也不太晓得、欸。他拿着刀哎、欸，他就拿着一把刀，那我靠你，我不知道。不是、啊，因为你知道他刚从我旁边经过的时候，我完全没看到他、欸。是哦，嘿，就这么回事。好哦，所以他有没有抽到我也不太晓得，就是了。有没有抽到什么？有没有就拔刀啊？哦，没有。好哦，
不过目前还好，至少可以不用担心说他会杀同队这件事吧。哎、欸，你是不是杀手？啊、问号。你又是杀手？那我只能说，你只能说 kill me 傻眼。李智回来。啊、你回你刚刚走过的那个地方。你没有回来啊？你先回。哎、欸，等等，我们面前那个就是啊，白痴啊！不，那机车啊，那你死了、哦。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的位置在哪里？啊，全身黑的啊，烦嘞、欸！你看一下我的位置在哪里？那个，我待会要看一下到底是谁在那边乱讲。你看一下我在哪里，李子。哇靠！你这个位置躲得真的很妙。你知道你刚经过我两次都没看到我吗？是啊。真的，所以我才叫你走回去。可是你来不及，你先被杀死了。哎呀，真是的。一个死了。我看一下。哦，那个随便乱讲的居然还没死哦。对，还没死。在那边乱讲乱带风向，可以啦，这种人早点死最好。哇、哦，凶爸爸，凶爸爸，不是啊，他就真的随便乱带风向啊，造成人们误谣。哦，天哪，真的觉得这种人就是该死。好、哦。啊好，总击杀数三，你的总击杀数跟总胜利数是几场？总击杀353，总胜利586。我是301跟三蹦多。我靠！还蛮妙的，两个都刚好是300多。因为我也有讲过啊，我玩杀手的时候，要嘛就是死很快，要不就是杀很多人，就是很蛮极端的、啊，要就是走位够好，因为我都是不太怕被人家发现的，直接就是砍过去，很多人感谢尊者哦，很多人聚集在那边，我还是照样给他砍下去的那种。哎、欸，靠，这妹子，我没看清楚，一开场就 first blood 了。我这边就算不开台，也还是有人追随哦。我的天哪、啊、！Dark Rose 是啥？应该说不抽奖，我在讲啥？很好啊，我那边没有人。开台的话，四台也没人。我那边没人。哎哎、欸欸，我！怎么了？我刚才拍到我旁边就是一个杀手啊，白痴啊！真的假的？对啊，那个什么紫色头，紫色头，对，紫色头发，但不是你。我的不是紫色头发。哦、oh.。我是彩虹色头发。哦。哦、oh. oh, ，结束。结束。小马儿，记得我的小马儿。记得你的小马儿。我的马被炸死了。可以。鸡舍。可以的。骑着我的小马儿，然后我的马就被炸死了。骑着你的小马儿，你的小马儿死了。哈哈。他就这样死掉了。我躲起来。我要躲。然后我要去厕所，呵呵。好。去个厕所。
哦。喂，喂，你还活着吗？还活着啊！啊，刚才那个有粉红色头饰的，就是那个人是杀手。粉红色头饰？什么力挺921？哦，花圈。哎，没关系啊，我躲着，呵呵。呵呵。我这边死尸一片。哼。哎。你死了，干机车嘞！你看我躲的地方，我的躲的地方超棒。哦，那个人死了，赞啊！耶，我躲的地方超棒的。你看得到我在哪里吗？先等一下，我刚才不行，我这边目前还没办法点到你耶。是哦，那你知道？城中应该有一条河吧？城中有一条河。对，然后你往下直直看。我必须得要先脱身啊，因为我刚才点到一个人的位置，结果那个人的位置是卡住没办法动。那你先传别人啊，你可以先传别人。河中间，然后。你跑到底下，然后你再看。哦，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我也常躲啊。对啊，这里躲，这里好，这里很棒啊！对啊，耶、！问题是这个人躲的地方才让我傻眼，他是怎么躲进去的、啊？哪边啊？那个要下有点难下哎、欸，我的妈呀！又是游乐园，又是游乐园，我是凶手。一只屁屁叫出来，姐姐要把我的桃子砍一半喽！你有没有吃桃子啊？耶！我的桃子要被砍一半啦！啊！那边有个真的杀手！靠背啊！那边有一个真的杀手！所以后来那个人是真杀手。干！个真的杀手，太霸气了！这个又是一个情况。那个镜子。哎、欸，我还没死哎、欸！真的假的？我还被你死了。因为他看到人多，他不敢杀、啊。哦、他这个人比较保守啊。难过。就是那种单独跟你独处的机会之下才下手的。我以为你死了 ，I'm sorry, I'm so sorry。你知道吗？他是，嗯、我当时是在那个什么，在经过他的时候才听到说那个你说他是杀手，是哦，真的。然后当我们在看到他的时候，他没有亮刀。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跟在你的后面，然后你看不到，是他在砍我。结果他殊不知我们其实是认识的，所以他砍我，他你还是可以知道。这个说是认识啊，靠！哎 ，shit！ 你也死了吗？两个都死，对，两个都死了。多次哦，那个小王子。这么快？啊？
小王子。那个穿绿色衣服的小王子啊，他跟着我跳过来，我想说奇怪，然后他就突然拿出一把刀，啪，啪死了，傻眼。再来，然后再来，啪啪。那样呢？哎，真是的。今天都玩的都是那种修罗吗？让人心跳加速吗？我觉得还好哎、欸。不是啊，我感觉就是这样啊，因为你玩到越后面，真的会心跳加速吧？嗯，是稍微有一点点啦，但是也没有到非常。不然就是一开始被杀，然后血气上涨那样。一开始被杀的话，应该是就我们当了一个新职业，那个职业的名字叫做观察者。这游戏有新职业，嘿，怎么了？啊靠北嘞！我被杀了。谁？那个 Landert。Landert。这名字好难。你刚刚讲什么？讲的一般。就那个前后都是底线的那个、啊。没有，我说你刚刚讲什么？讲的一般。讲什么？讲到一半，谁是那个？我看到他在我面前杀，想要砍人砍不到。因为那个杀手就一下子全都搞乱了、啊。哦，对哦，我刚才不是说到那个什么观察者吗？嗯哼。你知道吗？还真的，我在跟别人玩的时候，还真的有人问我说，是不是有新的职业叫做观察者、啊？然后到时候，然后后来我们解释给他听，他才知道说，干被骗。有一点波次八七八七的，我觉得可以。不是，我真的觉得他是怎么那么单纯可爱啊？可以啦。这观察者明明想也知道，就是死后的魔。哥，我差一点就打到他了。这观察者明明就是死后才有的职业，你居然会相信一开始就是观察者？我觉得可以。哎呦，为什么今天好几次都是我差一点就可以杀到杀手的？李子，你在哪里？屁屁交出来！记得又要把我的桃桃给切一半了。桃桃，走开！越来越夸张。直接不讲桃子，讲桃桃。越来越夸张了你。你越来越夸张了，傻眼。到时候找桃桃，这样会不会很傻眼？我觉得他有可能会傻眼哦。傻眼，傻爆了。对啊，傻眼傻爆了。对啊。哎、欸。光掉了。等，楼上哦。救人哦。李子，你在哪里？皮皮叫出来。这种时候不要闹了，楼上死人了。可以啦，李子。今天是杀手，救命啊！可以啦。我想念你的屁屁。不要这样。我想念你的屁屁。不要。我想念你的屁屁，快点给我。想念我的桃子干嘛啦？你的桃子听起来好奇怪的啦。超级奇怪啦。你知道奇怪就好。不是啊，就是从你那边开始奇怪的哦。嗯，可是讲桃子的，开始讲桃子的人是你啊，不是我。我讲的是屁屁，可是你说的是桃子儿。这不是我的错啊。所以一切都是怪在我身上，就对了。你这可爱萌。讲啥回？你这可爱萌。讲啥回啦？就是一个你这可爱萌的概念。
Do you understand? I don't understand. Why do you don't understand? Cause you Ke Aimon. No, I know. Because you are hollow ball. 蛤什么？你好可怕啊！为什么我好可怕啊？境界爱怕怕。No 怕怕，你指你的屁屁叫出来。一只，那屁屁交出来，让我朝你的屁屁射一发箭。哈？射一发箭死。哎呦！啊！一只！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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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我超级不会找人的欸。静姐，要我帮你吗？这样A汤吗？啊，看你啊，要不要？我等下铺母汤。反正你的地图都应该显示了吧？看不到啊，应该是我看不懂。我就跟你讲，他提示他是躲在书柜那边。不过看了应该也来不及。鬼没有，就你前面这个啊。嗯？真的假的？我没看到人欸。因为他书柜里面呈现一个 T 字状啊。哦，可恶！我想说奇怪，为什么好像一直在这里？看到那个标好像在这里，可是找不到人。可恶，就差一个。我很不擅长找人呢、啊。你撞啊！你真的是。我没有进去躲过啊！不要这样。我没有进去躲过。不要躲过也看人躲过啊。没有。好。因为我真的很不擅长躲和那个找人，你知道吗？我反而擅长去跟那些人火拼之类的，好像刚刚啊，你们两个人有功，我还是一样进去把两个人的。哇！谁？冷静，冷静，冷静，兄弟，兄弟，冷静。黑头的人吗？我刚才好像看，好像是戴头盔的吗？哈。所以，哦，跨掉啊 ，Black Head Guy。Black Head Guy。还打了一个 W， 太紧张了。可是，镜子，你知道黑色头的人很多吗？傻眼。这场很多。反正有一个被杀了，现在就只剩下一个。剩一个人不知道是谁。对。Blue Head 。Blue Head、哦。这次是 Blue Head。这次是 Blue。他现在心情也跟着他的头一样 blue 了起来，蓝了，他的脸蓝。我看到 blue head 的是那个 blue head 吗？我目前看到对对对是 blue head， 然后他的衣服是黑的。你打一下 blue head black shirt。哎 ，shit miss。伊森对那个人打的伊森9626是那个人。靠背是他哦。我刚刚说了伊森926啊。
欸，那为什么我前面还有一个蓝头的？啊，我刚说蓝头黑，没有蓝头啊。我看到是他是蓝蛮蓝的，但是他的头是白的、欸。你是不是看错了 ？Fuck you， 这帽梯。他是真的是蓝头啊，蓝头黑衣啊。我刚刚我说黑色衣服啊。Fuck。重点是他的身体都不黑，你为什么会认为是他呢？因为老说我这边听到你是有点断麦的状态，所以只听到蓝头。Oh, 你没说，所以我不知道你没听清楚。哎，这个嘛，算了，不说了。我擅长找人啊，讲句实话啦，如果真的遇到我的话，你只要会躲，你基本上就可以赢了，因为我不会找人，我真的不会找人。太可怕啦。啊，手对吗？嗨，李兹，你是侦探哦？对啊。好哦。对啊，刚刚在这一关，有人的屁屁被我砍两半了，结果都是。很努力想要射，结果射不到。哎，我靠！楼梯间死一人。因为我算是稍微会一点点走位啦，不算是很强，应该说连强都不算了，就是会一点而已。尤其是利用建筑物这样走过去，我算还蛮会的，蛮会的。对，可是如果当侦探的时候，我大概就是、欸、靠边看到谁？我看到好像是穿红色衣服的，红色。Not bear， 这是什么蜘蛛脸吗？不知道。哎、欸，怎么了？我被射了。What？ 他从哪里的？啊，后面那个白熊帽 T 啊！竟然这次变成他杀手了。对啦。这次小心，你附近有你后面。是。干，哎，不行，刚刚那边太宽敞了，我没办法。真是的。那边太宽敞了，没办法。好贱哦，躲在那个地方偷射。我觉得这个也蛮厉害的。我觉得刚刚那也蛮厉害的。我刚目睹了一切啊，那个熊顾着眼前的，后面还有一个人在拿弓射他。我真的是，我一上来的时候完全没看到人。Not bad。就急着找说他在哪，谁知道？哎、欸，这次两个都是熊哎、欸，两个杀手都是熊哎、欸。嗯哼，一个白熊，一个黑熊。嗯，对，其实不是黑熊，它是褐色的熊。哦，棕熊。他是棕熊。哎呀，要快到五点了，我的，一开场就摔下去。谁啊？不知道。已经两个人摔了，不对。一个平民，一个杀手，又一个人摔了，什么鬼啊？可是杀手玩这张地图还蛮好的哎、欸，因为他这边比较少躲，一来是躲藏点比较少，二来是很容易摔下去啊。很容易摔下去的意思是说，包就全部所有人吗？对啊，所有人都会很容易摔啊。What the？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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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What happened？ 大开杀戒！我觉得
宫那边应该有杀手守点。对。啊啊啊啊啊！这一只用E1020干你了，没事。那个史蒂夫是哦、喔，不是史蒂夫啦 ，JJ 用啊 ，JJ 用那个妹子啊、嗯、，JJ 用 E1220那个，对对对对对，那个人打的那个。啊 ，fuck you 嘞！快走，他跟着你跑，快走。机车嘞，不要跟着我啦。你知道我可以稍微教你一点点跑哦，我可以教你一点点跑位技巧，尽量跑转我拐角的那个地方，跑往弯有弯的地方跑。跑的时候用就是跑这种地方。哇塞，这个人厉害，真的厉害，14个人，呵呵，好像还是我那时候我那一次比较夸张，但是我不知道好像没有。嗯，他我刚才看到画面是那个人直接跳下去嘛，然后直接马上转头就射，厉害。我之前好像有一次。我的同伴零杀吧，那一场你有在吗？有一天我两 场，我有啊。那个时候，啊、嗯，我记得我那时候 那、啊、最高好像16，是16还是18杀那时候。嗯。那、嗯、真的是超夸张，傻眼。哎、欸。地图啵啵。哎、欸，拿到弓了。李子，你有没有听说过侦探丢地图，结果又在拿到一把弓的？那你可以把你那个弓给献祭啦。没有啊，被叠上去了。叠上去了。对。这么猛。我傻眼。啊是。哎、欸，我靠，全黑了！哎呀呀呀呀！我也死了。直接死一片啊！真的，直接死一大片。哦，666，对啦。下一集。Next round. Next round. 傻眼。傻眼猫喵。我当侦探的时候要就是六要就是在那边刷波吃，不是你知道我刷波吃不是那个炮枪哦，是从背、啊、一直被凶手从后面捅，从后面捅吗？对呀、啊，我当侦探的时候有87%几率都是从被凶手从背后捅的。好，那就是，而且然后这87%里面又有87%都是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被捅的那种。那总结一个结论就是，镜子不管怎样都会被杀手从后面上。一攻三小。哎呦，哎呦，杀手，楼上，哎呦，楼上吗？我刚好跑下去了。我刚才好像看到是一个粉红色猪头吗？粉红色猪头，没有粉红色猪头哎、欸。欸有粉红色衣服头发就有了。哦，我从后面看是有点像，好恐怖哦！那有人这样嘞？哦，啊是，哎呦，看到，这下终于看清楚了。怎么 Sammy please？ 请问一下，先生，你这是想要搞 Sit down please 吗？我真的已经没有希望了啦。怎么叫没希望？没有希望了。哇，镜子直接跳给这么不看好。不看好啊。哎。为什么要叹气气？哎。为什么要叹气气？我总感觉。嗯。我总感觉带点莫名的哀伤。为什么？为什么要哀伤呢？哎，哎，你不是死了吗？我记得。我没死啊，我还在楼下看着你哎。哦，是哦。对啊。我以为你死了，不好意思。而且为什么我马上就死了？我不知道。
哦、oh, shit！ 靠，都是杀手哦！他怎么知道我躲在这里？哪个白痴杀手啊？我以为你死了，白痴。所以我才说，我觉得有点莫名的哀伤。对啊，我刚才想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哀伤？就死了没？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我是说我看到，但是也没说那个杀手有看到。哦、我误解了，不好意思。这个不是误解的意思，大概是我好像话我没讲清楚吧。下次我在按下去之前，我会按 tab 看一下的。等下刚刚我看、啊，我跟你讲，你要是死的话，按 tab 你会那个完全很混乱的。好像也是哦，应该是按罗盘才对。对啊。有人摔死了。啊。速度效果。两罐神秘药水。缓速？怎么会是缓速？怎么会是致盲啊？连续两真的是，我怎么了？我觉得很我看你还是真的，你真的很不适合玩药水，太难过了。嗯。哎、欸，怎么又是失明 ？Shit！ 感谢追随镜子才。虾米？啊，这个好。哎呀呀呀呀！感谢追随。哎呀，真的是。李子还活着吗？死了。再玩一局。真是的，丢都伤巴巴的。真的，都伤巴巴。好，好棒。凶爸爸，爸，Kill me！ 为什么 Kill me？ Kill me， please kill me！ Why？ I， 我突然觉得有种不妙的感觉。有一种很不妙的感觉。为什么我看到有人用 TNT 自杀了？啊 ，TNT 能杀人？他自杀？真假？真的，我亲眼看到的。等等，巧克力 skin。哎，真的耶 ，Andy。那个 Andy， 哎，那个 Andy 不就是食堂那个吗？用巧克力 skin 的那一位。好像是。攻掉了。Someone please kill me. What the hell? 李子，你是不是杀手？ Kill me. 李子，你是不是杀手？感谢追随。Hick 是什么？我只是一心讲裙子而已啊。怎么 Hick？ 你的牌那边有一个人打着一个 Hick。Hake， 诡异的咔嗒声，什么东西啊？这什么？怎么了？金彩蛋吗？啊，我这边也看到哎，诡异的咔嗒声。我靠呗，有人开了。开了吗？
开了那个什么，我看一下。金库吗？因为我没看过。那种 hack 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我只知道 hack， 不知道 hack。对啊。哦、oh. 啊。真的耶，他好像开了一个。真的耶，有人在里面耶。开了吗？还没有。哦，开了，好猛哦！快点啊，抢金啊！我走不进去啊！你点门啊，点门啊！他已经是开了。哦，快点，还有。我的，太多了吧？对啊。然后记住。嘿。嗨。嘿。嘿、hey, ，I'm to see hey， 我刚刚原本想说赌一把而已，Kill me， 对，我就想说你为什么一直在 Kill me， 然后突然间我脑子灵光一闪说，不对，正常来说你应该不会喊 Kill me 的，该不会你是杀手吧？然后突然间沉默的，没有啊，没有啊，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也会在聊天那个什么文字聊天屏那边打 kill me。哎、欸，我的面前是巧克力的 skin 啊，不是哦。就那个 Andy 哦。对啊。啊、哦，真的是随便乱倒 skin 这样不太好哦。真的。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假的。真的。伪颗粒。真的伪颗粒。围起来！巧克力的话，应该是 My mom so fat。My mom so fat 。My mom so fat 他。他好像上 Happy Show 都已经是用这个 ID 了，对吧？对。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他的 ID 是什么。对啊。My mom so fat。对啊 ，My mom so fat。K， 靠了。这样，我扎手啊，然后我死了。你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那个通知吗？哦呦！我再杀一个人就死了。哇！啊、怎么刚好刚好？为什么刚好旁边是侦探呢、啊？可是你知道吗？那个杀手杀了侦探才会有讯息。什么意思？哦。好吧，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嗯，差点就又要被禁止砍一判了吗？对啊。我说什么？为什么刚好旁边是侦探啦？我的桃子差点被禁止砍成一半。两把刀都掉了，哇塞！哇塞！哇塞！玩家都在互杀，我杀一个，我队友杀四个。我刚好在追杀人了，看他追杀人了。队友加油！队友加油！队友加油！你可以的。你队友到底是谁？我告诉你，队友加油！队友，队友在哪里？队友在丢刀，丢刀，问号。对，他在丢刀。哦，我对不起我的队友，他在干嘛？他自杀了。哎、欸，你慢一秒。他刚才是在鲨鱼子这边哦、喔。啊，对。白痴。啊！我对不起我的队友，最后一场喽。OK。我刚才看他砍了艾米莉亚嘞。
哇，真的艾米莉亚哦，对，对啊，不是那个，可是现在不在了，不是 Aiden 的菜，哎，不对，那个 Elin 吗？是那个 Elin 笑吗？Elin 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哎、欸，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啊，看不到，因为看起来是头发是白的，可是就只有看到说是白的。哦，真的是好想做、哦、这个。做什么？一小五。shit！ 两个杀手都在旁边，不吃哦。两个杀手也太衰了。一个是警察的假警察。我刚刚看到一个人杀了警，杀了侦探，结果我突然间从背后被捅了。所以代表说我附近，我刚刚刚好附近有两个杀手。谁说警察一定是警察的？真的，警察也可以是杀手啊！傻眼。说什么人民的保姆，结果变成全民杀手。母汤。我这样讲会不会会不会被告啊？被挤。我要被挤了。不要挤我。然后我待会打到一半，外面就有人说麦当劳欢送。这时候就要跟李子谁杯拜拜了。是警察那个死吗？不是耶，警察诶，警察不是杀手吗？为什么他躲起来了？对啊，是杀手啊，打饼干啊，为什么他躲起来？我刚看到是警察杀人，他会躲起来，谁知道他脑袋这样想什么？可能想要稍微紧张一下吗？他躲在我尸体附近耶，为什么？他到底在干嘛？你问我哪知嘞？我刚刚看到的是警察杀人，然后我就从背后被捅，可是我所以知道那个是捅我的那个杀手。Hey.嘿，反正他竟然躲起来的话，那暂时应该不需要见到他了。你真的不要啊？怎么了？你看不到吗？没看到哎、欸。杀手在那边。靠北啊！看到人了啦。他躲起来了。躲起来了，然后又跑出来了，机车嘞！跑掉了。看看我浪费那一根箭矢。你只要播了吗？你只要播了吗？啊！哎、欸，他死死追着你耶！白痴啊，干嘛要追我啊？啊！他们看到杀手是这。哦，李子再见！我们霸气的，我决定不要跳，反正是最后一场了。我看他的那个，我们霸气的，我真的是傻眼呢！他们看到他手上南瓜配饰都不会射的、哦，那是饼干，他们有射，但是没有射到。他们有射，我的记，我的记录档可以帮他们作证。他们真的有射，炮兵，他们真的有射，这场真的是一对炮兵啊！好啦，啊、那结束了，直播。一射嘞，哎，那难过。你还有要继续直播吗、啊？我想想看，毕竟也刚回来，应该是会吧。好啊、哦，那我就先走了。反正、欸欸、反正到晚上前这个时段、哦。嗯？没事。目前到晚餐前这个时段也没啥事可以做。我要做影片。好、哦。然
好，那我先走。好。拜拜。拜拜。好啦，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啦。如果你喜欢我的直播的话，记得在上面点下红色追随。那如果你有兴趣看我画图的话呢，记得去 YT 追随我的订阅我的频道，叫做镜子 Q， 跟自己名字是一样的。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